就在昨晚，小杨哥带货一只鱼的防臭袜，请来代言这款产品的王宝强。网友们得知消息后，纷纷涌入直播间，人气瞬间破百万。宝强哥带着他代言的品牌一只鱼，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，欢迎我们宝强哥。这边多少人了？100万人了！兄弟们太给力了！今天宝强哥来了，这个也是他代言的一只鱼的抗菌防臭袜，洗涤100次之后，抗菌还有90%，非常香，你一闻到就一股药那种香，有效除臭。我去打个报告了，他就是做了防臭，你回去可以拿一条试穿，延长6天，发现臭了，你把剩下的退了。